朋友们，我今天特别的激动，千言万语就汇成两个字，感谢。大家是不知道，我女儿慧慧最近在学游泳，昨天在游泳馆，这刚学会，趁教练不在意的时候，她就玩水，扑通掉里头了。哎呀，一进去那个腿就抽筋了，咕噜咕噜往下沉。这时候有一个小家伙，哗一下就把她蹬上来了。等我赶到那儿的时候，人小孩做好事不留名，全都走了。我就找人家这个游泳馆的人，我就说你得给我个形象，我得找到这孩子。人家就在录像里头找到了这张截图，就这小孩，你谁见过？谁见过这孩子？所以说我就发动我们老范家所有的人去找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，这是好人呐、啊！小姨夫，感谢感谢人家。小姨夫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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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朋友你快，叔叔干嘛？哎呀，你过来，小姨夫，找着了，来，你过来，你看是不是他？你看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孩子，好，就是他。孩子，叔叔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哎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活得还有什么意义？哎，叔叔，你先别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昨天下午在游泳馆，我女儿掉到水里了。不是我推的。我没说是你推的，是你把她救上来的。你是救人的。我救的，我没去游泳馆，昨天下午我在家写作业呢。哎，不是他，哎，好孩子，啊，做好事不留名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得了我吗？等着，你看就是你的样，你还见义勇为好少年。哎呀，叔叔真的不是我，不是你是谁？昨天下午三点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哎，叔叔你干嘛？小姨夫也找着了，就他，就他，就他。哎，他谁？哎，你从哪儿找着他的？他正上厕所呢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前几天碰见个双胞胎，这是不是又双胞胎呀、啊？双胞胎呗，一模一样嘛。啊，俩一样。啊，好孩子，叔叔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？叔叔您先别哭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？昨天我女儿在游泳馆掉到水里了。不是我推的。又来了，是你把她救上来的。不可能，昨天下午我正在家写作业呢，是吗哥？哎，对，你等会儿，来来来，我看看你俩，这俩小子长得一模一样，心灵也是相通的，都是不留名。对，做好事不留名。对，孩子，来，见义勇为好少年，真不是我，我不会游泳。说实话，反正不是你就是他，不是他就是你，拿着。哎，谢谢叔叔。哎，这事是你干的吗？你拿着丢人不？啊，我也没干。到底是谁呀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给你找着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宝贝儿，你来来来来来，就是阿姨给你买糖吃的，小姨夫，你看。是他，啊？哎，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？没有没有，不是幻觉，是绝对的重影。你从哪儿找到他的？啊，就这孩子刚从厕所出来就让我拽来了。你咋来了？双胞胎我见过，怎么回事啊？三个人一样，怎么回事？三胞胎呗。对，哎呦，太少见了，第一次见了啊。哎呦，这是三胞胎呀、啊！我的天，好孩子。叔叔，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好孩子。叔叔，你也对我说过一遍了。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来。哎，那个，你跟阿姨写作业，你是我。他们俩，家别说了。咋了？他们三个攻守同盟已经建立了。对，咱们玩不过他们。对。